请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准备从列车运行方向的。 快线，请您坐。来来来，所有的。五、六、七、十秒。
这么下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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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么下
Thank you.
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。
区，凭文创可以免费乘观光电梯和登山摩毯，轻松上山观凤凰全景。四大高空观景台，让您从不同角度欣赏凤凰舞场上游、中游和下游高丽山脉的壮观风光。Thank you.
死的，就要过来一点。可以啊，这张可以。来，我们再往这边歪一歪身子，这边看着舒服就好了。我们先打开一下，好吧？哎，再打开，对呀、啊，我们歪一歪右边。好，我们把腿翘起来一点，两个脚。哎，对，这样子可以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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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我跟你这是干嘛？好，辛苦你哈，别动了，头发太多了，回来一点点。哎，对了嘛，这就好漂亮了嘛，啊，可以。好，先跳一下啊，对。Thank you.
的人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，要不醉不罢休。东边落地美人，那西边黄河流。来呀来杯清酒，不醉不罢休。手心在雪地放晴空。
眼镜都没看你一眼，都录成视频，他在看手机里面的你。因为他老公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他很骄傲。对，但他宁愿看手机里面的你，而不愿看现实中的你。有没有想过，这当中有一个什么问题的存在？那是因为手机里面的太辣眼了。
走，牵着走。这面都顶完呀。
我不知道。
往这边来。回来手机了，我也回来。Yeah.你不用拍了，掏这钱。下班了，肯定卖了，肯定卖了。
呀。一点点啊，看到没？就是看到没？聊天我。一个这个，好啊！进来吧。眼睛没露，露一只啊。OK， 非常好啊。Beautiful， 来，把伞收了，半腿上。好，半腿上就行，半腿上。来，一二三，身体往前收。好，很好，来，看那边，看水里有个帅哥。水里还帅哥？哎，对，水里有个帅哥。好，很好啊，非常完善。我说你这像不像鬼？就这玩意儿，就像你夜鬼。
子这么一点，我弄过。走，坐下。
这么严？给你一张。让他里面就没有什么泡泡沫了，什么这些。用什么房？就江面房。Thank you.
多少开？我没得给吧。
需要朋友来助力的，肯定需要朋友来助力，一个人在线下嘛，他就走不出Thank you.
也是暖，他这很有意思。一句话叫做天王盖地虎，宝塔干嘛呀？这个佛像是最高的，有九层，看到没有？最高的楼，它一般就是3层、5层、7层、9层，啊，9层的宝塔。所以这个就颜色就像太平洋八卦图。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啊，这就是凤凰那个龙脉所在地很好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地方。这个陶醉龙是不是陶醉龙？
一个，别动。
晕呐、嗯，这是。我扶一下你啊。谢谢啊。我没电了，我快。时候不要进山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它在旁边开了一个侧门，那么侧门你看对准的是哪里？对准的是不是我们的山西的我们凤凰古镇的北京的沱江？
八点多了吗？
哈，进去。老二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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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旅客，欢迎您乘坐凤凰磁浮观光快线，请您坐好，本次列车即将发车。本次列车开往凤凰古城站，祝您旅途愉快。由人工丹木、四季花海，还有凤求凰、石灰线道等资源，大概每次那个小会都能请员工前进快踏十岁来。这里是位于全北游客服务中心内的凤凰观光站。买了磁浮票的朋友，可以免费到旁边的凤凰历史博物馆进行参观。走，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这么快，这么快，赶紧给他选吧。咱们是去的，那里很有意义的。我想，这里的游客所知道的唯一3300平方公里的富藏凤凰历史的一个展示区，沉浸式单展在这里得到满足。看完博物馆，我们去下一站凤凰缆线站。可以体验到沈从先生笔下的故城、流水、人家，终于有一种空中缆车的感觉。凤凰缆线站绝对是俯瞰凤凰古城的最佳位置，入眼就是青山碧水和悠悠古城的痛处，看一眼就觉得心向往。当然，惊喜不止于此，我们去下一站看看。咱们不是要去凤凰？穿越深光镇石头隧道，我们就到达了终点站凤凰等待站。前往凤凰古城景区的朋友，可在站前广场乘坐接驳车到前方广场，或者步行通过站点右边的八角楼隧道，再沿小巷步行至画家面。目前我们在试营业中，业余时间是广告。宗府圣，才情女眷，如是佳人，诗俗衷肠。一曲《凤求凰》，一爱传千年。欢迎进入《凤求凰》时空隧道。
们去下一站看看。穿越深丹镇石头隧道，我们就到达了终点站凤凰等待站。尊敬的各位旅客，前方到站凤凰揽胜站，车站凤凰揽胜站到了，请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准备从列车运行方向的右侧车门下车，注意脚下安全。欢迎您再次乘坐凤凰磁浮观光快线，祝您旅途愉快。旅客朋友，本站为凤凰揽胜站，您所在的位置为本站第三层，可俯瞰沱江和古城美景。第二层有网红秋千、磁浮科普知识。第一层有体感凤凰翅膀，欢迎游客朋友下车打卡游玩。
我们去下一站看看。凤凰迎宾站即将到达，慈福观光快线，祝您旅途愉快。到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渡船、流水、人家，看看里面，就会有一种空中缆车的感觉。今天晚上不同的灯光。正站。尊敬的各位旅客，凤凰缆车站即将到达，请携带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准备从列车运行方向的右侧车门下车，注意脚下安全。欢迎您再次乘坐凤凰。入场后，请遵照动作。
前方朋友，今天不管您来自什么地方，我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凤凰样子，您就像回到您自己家里一样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，我想把我们这个绚丽的舞台交给我们的家人。您喜欢谁，直接奔过去，站在他的身边，自由选择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的四位朋友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一、二，还没喊完。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选。我看到这来，这一位帅哥是一位老游击队员了啊。示范结束，四位准备好，来，学鸟舞开始，跳起来，裤子掉了，总冠军是哪一位？几号？几号？一号。三号。二号。朋友几号？好，安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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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样，意见不太统一，没关系。
全体。
一处置室外的篝火狂欢广场，去参加盛大的民俗篝火狂欢。请所有的好朋友们把你们贵重物品带好。那么在带上游玩之后，有小孩家长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好，同时也要提醒大家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，拿到烟花的朋友现在可以在河边燃放烟花。现在我们来换一个手势，双手高举过头顶，拍。
响起来，微风继续转起来，双手拍起来，双脚踏起来，小蛮腰扭起来，轻轻拍起来，全场的朋友，让我们的阿哥阿妹听到您欢乐的呐喊声。来来来，今天我们开启第一次最最疯狂的簇拥篝火，大家把手牵起来，圆圈大爷向后退五步，听我的口令，今天的小朋友比较多，所有的朋友动作慢一点，注意小朋友的安全，所有的好朋友，来来来，手牵着手，听我的口令，我们一起冲向熊熊的篝火，动作慢一点，声音响亮一点，来，第一次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三、二、一。声音响亮一点，同时我提醒现场所有手中有烟花的小朋友，不要把我们的烟花带离我们的景区，来，准备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注意安全，一起收音，三二一，欢迎各位现场的朋友，现在把您的目光看向大屏幕，来，往这里来，现在我们邀请所有的朋友，现场的1500位朋友和我们的小雪老师一起跳我们的苗族手势舞，好不好？来，准备。